们居然能找过来，真是难得。看来我们猜的没错，拉尔夫一直都躲在这里。可惜啊，你们说错了，我没有躲，只是那些愚蠢的警察没有胆量来找我罢了。我没有骗过那些人，我说的话就是真理。你利用虚假的圣水恶意骗取他人财物，证据确凿，如何不是欺诈行为？哼，那些圣水是普通的细胞营养液，喝下去又死不了人。再说了，他们相信我，我就给他们制造他们需要的神迹，这是各取所需，谈不上欺骗。但赫普莱特根本不可能复活，你所谓的神迹就只是一种虚伪的敷衍而已。胡说，赫普莱特会活过来的，我会亲手将他造出来。这一地的实验器材，看起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拉尔夫教授的最新实验。不，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如果他给我的数据没错，我今天的实验一定会成功。而你们就将成为跨时代的见证者。支持我的人会得到无上的嘉奖，而我就是创造这一切的神。等我打开镀金棺，从木乃伊身上成功提取到赫普莱特的 DNA， 我就有信心能复制出完整的基因序列，孕育出真正可用的受体细胞。我会向那些看不起我、嘲笑我、羞辱我的人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会用科学的理论让他们臣服。科学？你所谓的科学就是在毫无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宣扬死而复生的理论？这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拉尔夫教授，你的行为真是自相矛盾。你如何认定这两具棺椁内一定会有赫普莱特？你又如何确信自己一定能推翻前人留下的推论？你未免自视甚高了。我的判断不会错的，这两口合葬棺椁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处遗迹内的种种痕迹都可以证明这具棺椁是赫普莱特留给自己和穆森的。如果他没选择和穆森合葬，他又为什么耗费这么多心血建造这座地下墓室？哼，你说的那些资料我们也找到了，那些的确是赫普莱特写给穆森的情书。不过就算情书里提到他想在死后与恋人合葬又怎么样？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谁也不清楚。墓室里发现的那几封书信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我当然有更直接的证据。打开
棺椁，找到木乃伊，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你们猜，如果阻止了我，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小姑娘，你很聪明。这一层遗迹四周我都埋了炸药，如果你们想跟我动手，那我就不能再让你们继续见证我的奇迹了。你疯了吗？如果炸药爆炸，遗迹坍塌，你自己也没命了。闭嘴！你们想让我一无所有的出去，在监狱里度过一生，那比让我去死还令人恶心。真是一个疯狂的赌徒，你大可赌赌看，你所信仰的法老会眷顾你还是背弃你？只有人才会背弃别人，神永远不会。我的法老，我的神明，我不，这不可能。失望吗？这不可能，我不会错的，这不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从踏进这石室之前，我就很清楚你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因为你沉溺于自我感动中，将自己的想法作为行动的准则，这必然是会失败的。而真相，你说，我们应该告诉他吗？壁画，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在上层石室内，祭坛后的墙面上，有一处特殊的壁画。那处壁画经特殊处理后，会显现出藏在图案下的字迹，而那些字迹就是赫普莱特真正想留给后人的信息。少废话，你说清楚点。如你所言，赫普莱特苦于法老的身份，无法向子民公开与臣子间的秘密恋情。在穆森死后，他建造了这间地下神庙，甚至还考虑过将来与恋人合葬，但在建造神庙的过程中，他的想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对子民的责任感终究还是令他放弃了自己的感情。不可能，他明明在这里生活过，这棺椁，这痕迹，这不可能是假的。看来你追查了他这么久，对赫普莱特的为人还是一无所知。从他当上法老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不仅仅只属于他自己一个人。在处理个人的情感问题之前，赫普莱特还拥有身为法老的理性，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这里，继续履行他身为法老的职责。
不过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法老规格的金字塔陵墓，而是安睡在卢比斯的一处小墓室中。我想，这可能也是他权衡自己感情之后的一种决定吧。赫普莱特放下了自己的执念，回归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却还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不肯看清现实。算了，结束吧。没机会再翻盘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完好无损，你放心。我通知了阿里亚，凯米特警方很快就会派专业人员过来处理。